你好，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燕如。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，因应肺炎疫情升温，花莲县府12号下午在车站前后以及东大门夜市等公共场所展开消毒工作。而这周末即将举办的国中会考，环保局也请各乡镇市公所针对考场、学校事先进行消毒。花莲县环保局12号下午动员12名消防人员及消毒机具，在花莲火车站前后公共区域紧急展开了预防性的消毒作业。由于疫情升温，那花莲县政府针对这个大众运输的交通挡站，那我们的加强防疫消毒，那我们在前站后站这边都会加强防疫消毒。那同时针对人潮聚集的地方，像东大门、太平洋公园这边，我们也会加强防疫消毒。在这个周末即将登场的国中会考，环保局也协请考区所在地的清洁队来进行防治作业。因为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有国中的会考，那我们在花中、花里、还有光复高工、还有一里高中前后，我们都会请公所这边来协助加强防疫消毒。另外还有东大门夜市、太平洋公园周边以及各大型营业场所人潮聚集、民生热点，还有民众洽公机关等处所，环保局也会实施环境消毒，以防堵疫情扩散。谢吕慧华视报道。